花东防卫指挥部暨花莲县后备指挥部为了答谢瑞穗乡文旦果农，中秋节前夕自证文旦烙军，而后备指挥部指挥官吴忠庆上校由玉里镇民代表吴新文陪同拜访瑞穗乡果农林成雄等人，到家中自证感谢状。花东防卫指挥部暨花莲县后备指挥部为了要答谢瑞穗乡的文旦果农，中秋节的前夕致赠了文旦烙军，后备指挥部指挥官吴忠庆上校由玉里镇民代表吴新文陪同来拜访瑞穗乡果农林成雄等人家中致赠感谢状。指挥官吴忠庆上校表示，特别感谢果园对国军的支持跟爱护，全体国军官兵以守护家园、责无旁贷的精神与态度，强化备战的演训，回馈乡亲。那时候没办法到，所以代表还有代表黄区的职员，因为班次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可以支持。这次受赠感谢状的果农有瑞穗乡文旦产销班班长许金雀、白大青农林成雄、皇家果园黄运珍等人，以及花莲县义务员林玉芬等人，活动到5:30圆满结束。记者高双双瑞穗乡采访报道。